大家好，我是龙蹦。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工会讨伐战红丝绒蛋糕龙这个果酱夹心搭配了奶油泡芙的这个暴力打法哦。那相关打法原始来源依然会附在这里连结。那这边也特别感谢传说中的香蕉王有提供机体来让我来做测试哦。那先讲本打法应该算是目前版本的天花板打法，因为我们相关的星宿啊，还有脆饼啊，还有工会文物加成，不啦不啦不啦的，基本上都是蛮顶的了。尤其是像工会等级也是蛮等，所以像影片啊，有很多玩家在问说：“哎呀，我怎么就是跟你好像差不多，配料好像也差不多，怎么人物都翻了呢？”后来问了一下，多数的玩家配料基本上是差蛮多的，那可能工会等级也是一样吼，所以这个就可以稍微参考就好。那快速来看配料。这边的话是三冷二攻嘛，然后有抗有冷却，然后再来黑爪子的话呢是玩全攻击的，那这边爆率拉得比较高，然后抗的话只有一点点，剩下的话都是脆饼辅助哦。然后再来我们的黑葡萄干，这边的话魔法糖呢也是蛮等的哦，泡芙呢也是蛮等的，那这边是玩三爆二冷的方式。然后果酱夹心呢，这边是玩全抗的，攻速拉得很高，因为你要透过攻速的方式，然后来提供那个推理的叠层嘛，本身它是不会打人的，每一次攻击它就是加一层推理，所以就是洋葱饼干 plus 哦。好，那奶油泡芙的话呢，这边是玩三爆二抗的方式，那这边就是把抗还有爆率把它拉高，剩下的话呢都是脆饼来做辅助。好，那快速来看脆饼的部分吧。我们脆饼这一边啊，这个异贼的话，这边是三冷，然后一抗嘛，好，然后来看一下相关的效果。黑爪子的话呢，这边脆饼是四个冷的效果。黑葡萄干这一边的话也是四个冷的效果。果酱夹心呢，这一边是三个伤抗，一个攻速的效果吼。然后奶油泡芙的脆饼这一边的话呢，是两个伤抗，一攻一冷的效果。那我们整体的配料都介绍完了，打法的话呢，应该也算蛮简单的，就是手动为主。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是我们相关的实战吧。
那么工会讨伐战红丝绒蛋糕龙搭配了奶油泡芙以及还有骨量夹心相关的影片就到这边，就应该之后有空再更新吧。就目前其实整个打法啊还有整体的游戏玩法基本上就已经是长这样子了齁。那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好，那我是嗡嗡，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